雪碧又跑出来拆树枝了，看它在夹树枝，夹了好多根了。毛毛虫也在拆树枝，都在拆树枝。老三飞哪里去了？哎，飞下来了，它飞到竹尾上了，它身上夹了竹子，嘿嘿，又被老二拆下来了，白夹了。都在这棵树上玩吧，别飞太远了。现在天气变冷了，外面那些老鹰呢，找不到吃的，挺危险的。这老三在干嘛呢？哎，别打架！哎呦，这家伙他咬我！哎哎哎！把我的鸟吓到了，都跑到地上捡沙子吃了，又飞起来了，飞到那边竹子上了。老二，你也想看一下你的孙子是吧？哎哎哎，再轻轻的碰一下，没有用力咬。这一看就是亲生的，像不像？太像了，这两只家伙，这颜色一模一样。老三站在上面发呆，哎，他要说话，你是谁？看一下你的孙子，嘿嘿嘿，哎，你看，这个他就知道不是他的孩子，他就会咬。哎，别打架。这两只家伙给他们拿吃的，还打起来了，抢吃的。毛毛虫打不过老三，还是母鸟厉害一点。来，毛毛虫，过来，别抢啊，等他先吃啊。这老三也太不懂事了，也不知道尊老爱幼，让毛毛虫这老爷子先吃，又赶走了。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吃青菜、大白菜。你俩吃饱了，轮到毛毛虫吃了。他们喜欢吃大白菜的杆子，杆子汁液多，水分多，甜甜的。雪碧也飞过来了。太阳已经下山了，马上天黑了。毛毛虫这吃货还在吃。天黑了，回你的鸟笼子吃了。回去了。